它没有那么浓的味道，所以它不是很让我感到 aggressive。那闻起来那么奶香香的，嚼起来没有味，对，是那样，但是酸嗖嗖的，没有放糖啊。哎，走吧。Who have interest in yours? I welcome to join. 这是个 information session， 但是他又说只给大二的，不给大三的，那什么意思？走吧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拿手机。换电脑。那个彭程，你们预备好可以先开始，我再去买一点东西啊。跟分享大家分享一下是最近的经历，这两天的经历，所以是新鲜出炉的啊。那个大家，对对对，那个新鲜品尝啊，就放上臭，放上菜也行。就其实我这个学期以来跟我的室友关系不是那么好嘛，委婉的说不是那么好，因为生活还有作息上的这个规律啊都有不同，所以我都会有。对他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意见和看法，然后我的室友古奇对我也是如此，但我们一直都把我们的这个看法还有想法都藏在心里，都藏着掖着，然后结果就是彼此看谁都不顺眼，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。然后可能就比如说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刚洗完澡了，然后他在睡觉，然后结果那个鞋子滴滴答答的，然后就把他吵醒了，或者说我可能在半夜睡觉的时候，他突然在床上就翻来翻去，我说我在干什么？然后，但是后面是因为我和他之间一个矛盾，我发现这种积累在我里面的这个情绪和意见，他们并没有消失，反而还在慢慢的在内耗着我的。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，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就算不去想，但是他还在一直在那边转啊转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对我的这个捆绑，我的这个影响，然后。就我其实即便是知道我自己可确实也有不做的不足的地方，肯定会有的，但是每当他还是做出一些有点奇怪的事情，还是会难免对他有一些指指点点，对他有很多意见。所以我就带着我这个疑问和我一个弟兄谈了一谈，然后再和他这个谈完然后祷告之后，我里面就突然有了一个感觉，叫我启鹏然后谦卑下来，然后和他去道歉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立刻就谦卑了下来，我之前那种嚣张跋扈的那种态度就立刻就没有了，我就真的谦卑下来了。然后我在回去的路上，我还发现我在为室友祷告，叫室友平心，主啊，你做他的怜悯，主啊，是的，你做他安慰，我自己我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，对吧？然后让我自己那么不舒服，我还为你祷告，但是主就是借着我在为他祷告。然后就我回去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准备什么话，我就只是单纯的向他承认我自己的不足和自己的不是，
因为我确实很多地方做的不行，我必须得承认。然后后面他也是主动跟我说他以后希望我注意的一些点，而且但是那时候我还发现其实有些事情我早就没有印象，但是他一直还有印象。比如说有一次我不要我吃了他的一个华夫饼，所以第二天就吃。所以我就知道，哇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印象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我就真的就给他买个，就我就给他买了很多，就是买了一整袋华夫饼。就确实也就是确实也是里面就是真的有这种亏欠的感觉。就但是其实从这件事我真的看见，就是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能够通过外面的方法或者技巧就能解决掉的。我之前和他关系不太好的时候，我也会私下跟我的一些朋友吐槽，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没有办法不受他的影响。我就是即便是我或者他搬出去，那也就只是在逃避问题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进步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但是感谢主，就真的就是他对付了我天然的观念和我的性情，我真的得释放了，我不用再被脑海里的那种内耗那种想法统一继续影响了。然后从这件事情我真的就是也是想分享出一处精简，就是我知道住在我里面，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，因为立志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不出来由得我，但是神住在我们里，但是神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。这样主啊，就我当时真的就是感叹，主啊，我真的原本就不是一个很忍的人，我也原本不算是一个良善的人，但是主啊，你是那位很忍的人，能够和是那位很忍的一位，也是真正良善的一位。所以主啊，我也就是能够借着信，然后有份于他的琐事，然后也他的这个神圣姓名，他来到我的里面，来重新构成我，来让我就是脱离我原本自己的一些就是情绪也好，观念也好。就虽然说我外面环境没有变，但是我终于不用看他不顺眼了，我终于不用再受他生活习惯的影响了。所以说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主。就主他是那武士。对，就像主分享的是，有些问题可能不是通过你有的方法或者技巧就可以解决的，包括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或者是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下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些事情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只要向主祷告，向主诉说，把你的困扰都告诉主，主就会给你答案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借着这个信跟着主的答案走，就可以让我们得释放。可能我们还是像许腾一样，就是说他的情况就是还处在同一个屋子里，或者还是每天要交往，可是他的心态就是和昨天和前天就不一样了，是因为跟着主的答案让他得到了一个释放。那么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只要跟着主的答案就可以看到光明。Now it's you that I believe in. Cause all these feelings never took me down. A thousand places
个蛋糕46块钱，我看人都爽。可恶的李书恒抄我吃的菜，太过分了。See his face color change as well, and my mom was like, "What's going on? What happened?"分头行动。要咬人，再靠近点就会爆炸。
他说不吃小孩。我刚刚拍的神经很奇怪。哎，可以了，那种那种那种质量。对对对。大家单刷菜。我刚拍了一张。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哦。这个很有趣的。他是把那个 pass 给退出来，退到一个 pass， 这是 pass 的。是全人，无需代价，只要你愿。我最终应感天丰富无限，引出自己就是哲学。好羡慕你，好羡慕你。上看到那个，这附近有挺多牧师，牧师的教堂。嗯。No judgment。
凡事都没有定律，我觉得真正快乐就来自于。